要温度不要温度，项链换一面，项链换一面、啊。看到了没有？好，换了一面，换了一面。这不是你自己做的吗？对。那为什么我们认识那么久，你没有送我一条？回头寄给你，找我吧。不需要。知己什么时候上线啊？一个夏天，一个冬天，注意保暖。看到我这个盘。他在上海回上海了。知己什么时候？知己要到明年了、啊。外面还不穿棉衣。厦门这个 ，Hello 杜公子啊。知己上线肯定要靠我。到那边啊、自己上不上线肯定要找我。自己什么？自己什么？上不上线肯定要。给你们一人送个手机支架，大哥，帮忙关注一下拼多多，好不好，哥？哦，就帮忙关注一下嘛，哥。有拼多多吧，哥？有的话微信扫一扫。有点卡微信扫，微信扫，微信扫。对对对。跟卡爷同款项链、啊，谢谢一只胖虎哦。什么样的手机支架？手机支架。哦，这样的，这样的，这样的。哦。现在不是就可以用了吗？用不了，用不了吗？用不了。看电视可以用啊。嗯，好的。哥，你有拼多多吗？哥，我没有，我不用拼多多。他在直播，来这边我在直播。是第一次，不是固定。项链在哪买？然后呢？那个私信我，私信我，私信我。这个可以私信我啊。有点卡。比卡爷还卡。没事，没事。你先睡吧。等一下 ，Oh my god！ 大哥是什么主播？是什么类型的主播？大哥？什么类型的？是聊天主播。对，就是纯聊天的主播，好不好？啊、这么卡吗？念年糕。北风，你可以看一下芒果味的大李大宝，因为我你就可以加了凯的 VX。你看我这个肉今天好像是有点胖啊。直接粘就好了。我这两天在福州喝酒，喝的就脸上起了好多痘。现在现在这么狠吗？因为跑厦门度假去了。我本来是这样的，从北京出来，然后去了河南驻马店出差。然后呢，本来不想告诉毛熊的，然后想去陪他过个圣诞，结果他告诉我他圣诞节要去福州，我的所有的行程全部都定好去上海，我从驻马店到武汉转车，然后改成飞机，又从飞机又改成高铁，里外里退票花了好几百块钱，然后才去的福州。啊，我会把你完。结果惊那个惊喜没给到，给了一堆惊吓，等他自己调整。来福州不是挺好的吗？挺好的呀，你好能吃啊，江江很能吃哦。可以跟凯今天说早安晚安。圣诞节送礼物，看看喜欢吗？喜欢喜欢，确认擦掉都可以，都喜欢。谢谢你，一只胖虎，还在福州。对，我现在厦门。谢谢哥，没事，谢谢哥，就可以贴上了。好，谢谢哥，谢谢。贴上吧。大哥有拼多多吗？大哥？有，没有。很能吃，吃什么？最近没白胖，他就是时时刻刻都在吃。鼓浪屿在福州吗？鼓浪屿在厦门。宁发的烤串不错，对，我们可能晚上要去吃夜市，才刚刚开始。猪啊，你才刚吃完饭就考虑晚上吃饭的事情。我们晚上什么时候回北京啊？我得到七号左右了。小铁锤这两天过得好不好？圣诞节也没给你发信息打电话。本来那会儿晚上想给你打个电话，结果给皇后打了。我还没看到他俩生日，可以做那个给我看吗？不可以。鼓浪屿之前就去过了，鼓浪屿我之前去，我现在去中，你之前去过了，我好之前，以前好之前去过了，我就现在去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，就是换个地方睡觉，然后起来就是酒吃饭酒吧睡觉吃饭酒吧。小铁锤，我跟你说，本来跨年我是想去找你的，拉皇后去那个哪，去珠海找你的。结果皇后说，他是用来适合太折腾了。周末加了两天班，那你休息了吗？不，这回打王者，我当然打王者了。哎，怎么所有人都知道你在下面吃拉肚子这件事情？江江知道，江江是福州的一个医生。啊、去 ，Hello， 哎呦，我手机没电了，我操！来，给你充一会吧。他手机没电了，我们在直播呢。彪彪铁头 ，Hello， 你好。你干嘛？你在家等他？这么给他弄好了。但是好像，因为你直播了就架不住，我帮你拿一会儿吧。好，我帮你拿一会儿吧。给钱。听了吗？你吃东西啊？
个吃东西啊，吃了没有？好的好的，有人确认他要去上课了。哦，好好去吧，去好好去吃。啊，这是重庆的一个朋友。可以铁头头，铁头，干啥玩意儿？张张看起来手势不够忙的，对，张张看起来手势不够忙，打零头赛也拜拜了，拜拜。卡住了，卡住了吗？对，有一点点卡，我来拿吧。有一点点卡。哎，这边有好多好吃的，一会儿去看看去。你咋了？啊？你咋了？你要不回去？不好吃一会儿，这不是在等你吗？铁头也在这儿吗？对啊，铁头也在这儿啊。这下面有三个酒吧，困不困？不是我说话你能回我一句吗？啊，困。好了，不跟你们说了，我下播了啊。给你们看看明轩哥，奶酪要看你啊。现在朋友圈里朋友圈不是有发有吗？拜拜拜拜拜拜，回头再播吧啊，拜拜。张明到了。